讲啊，出国的是许多万，就是预留国、预留圣人的，这已经破这个禁邪。这个都多里边圣灵之流啊，天上人间爱个经过这款的形式修行就对了。啊，这每一出胎，出胎就一出胎，对正世地人的代志啊，正世地人代志都迷迷糊糊都唔知呀。啊，菩萨分于隔音。隔音就是隔胎啦，菩萨就是隔胎之谜啊，隔胎之谜啊，前因一灭啊，经中经过中阴身投胎，后阴出世，对头前的代志伊就唔知啊，昏迷啊，菩萨一个安尼咧，哎，这都隔音之谜的点。这里岂容强作主宰？这边也可以勉强说我要来修禅定，要来修八种宗教，我人命中要控制自己，要主宰，不可能，大家都倒啊，对前生的事情也是这样，大家都倒也好昏昧，大家都昏昏沉沉昏昧。侥幸真幸运啊，侥幸蛮憨啊，就糊里糊涂的想要得到一点幸运，就是说人命中没有幸运，不可以糊涂的想要得到幸运，蛮憨就是迷迷糊糊的。哎，他说憨，蛮憨，侥幸蛮憨，还是讲啊，咱若想要讲啊，人命中家己做主啊，做些主宰啊，想要有侥幸这个真幸运哦，这不是抽签，无迄个功力就是无法度。啊，这蛮憨就是糊涂。糊涂的意思叫做蛮憨，哎，331。世间第一行，世间有修行不精进的人，家己讲今生修不圆满，来生搁再修，总有一世的人会当修得圆满呐。意思讲，咱人唔通这款观念，伊唔知道有隔因之分，一转世。就未记得顶世的人所修的也未满，啊、哦，就无并不思修行，未当继续，尽功尽废，岂不可笑哉？这是真可笑啦！啊，认真多修行，这世的人都个解决的意思啦。唯有信观其明，总他的果，或诸比观定不动观，弥得性将现前为道，果不。过得不得，住在往生。讲，我修行唯有念佛，上界稳当。有信愿持名，家己的正业的力量，搁再借着阿弥陀佛的愿力，所以慈悲的愿力接引着念佛的往生，念佛的众生往生彼国。所以一世的人所用的功夫，一定不堂间不失去的着，无白费的啦。功不堂间就是没有白费啦。到临命终的时阵，阿弥陀性将现前。安慰引导，所以心无颠倒，住在往生呀。盖福建众生临命中啊，堕乱之苦，那就无法度控制啊，大家都堕啊。特为保临此事，特别啊，保证这个代志。什么代志呢？你个人有法度念佛，一心不乱，临命中你就绝对会受到佛的感应。所以再三来给你苦劝、殷劝、再劝，法官一定要法官，医官的力量真大啊！就亲像咱这个人，这个人真对我真狂，我绝对没有死。你发这个愿哦，真正哦，你即使你人无死，后世人就报应啊，你就会死啊，要报仇啊，真正。所以咱唔通发这个愿，唔通发这个讲。我即世的人吼未报，我生生世世我绝对要报仇，你试看麦，唔通我这个关。我生生世世绝对要你痛苦，唔通安尼。你爱讲生生世世我绝对要躲你。我疼痛你。疼到甲你往生极乐世界为止。啊，躲你，啊发这个关，我即世的人躲你袂行，我后世的人过来。有功夫才讲安尼啦，无功夫讲这是无效啦。啊，就唔通法官讲要报仇，唔通法官讲我的生生世世，伊即世定对不起咱的因果无要紧。我定想讲，对咱啊，还佫有一条生命，伊无互咱死啊，
就算足自卑的，也咱有三顿通食，也有经典通看，有佛通念，佫免纳税金。世间佫较委屈的代志嘛，忍耐会过，咱就好啊，就好啊。啊，无啥通计较啊，生活真就安尼尔。331页，问。佛既心者心是，就是心者佛，是心是佛，何不敬言诸佛？何不敬言诸佛？何必以他佛为圣呢？为什么伊都要借着阿弥陀佛呢？为什么不爱靠家己佛呢？你既然讲咱的心就是佛，无为什么不爱靠家己？为什么得靠他佛？何呀？这就是破一切众生我法理智的啊！回答。处之法门，专在了他执著。若非缘他佛，就是他见迷茫；若偏重诸佛，就是我见颠倒。这句意思我解释一下。这个念佛的圆通法门啊，这是华严经讲讲心佛众生三不差别。众生的心内的佛，佛内的众生，心。佛心、众生心本来就同一体，所以全在了他执著，他就是咱的心，佛就是咱的心。若非缘他佛，你若是讲一定讲伊的他佛呢？啊，就是他见迷茫，伊还佫有存在对立性的他，其实佛就是咱的心。啊，你也袂当他袂记袂忘掉他见，啊，你还佫有分别相啊，我他，其实阿弥陀就是咱的心。若偏重诸佛呢？就是我见颠倒，你若讲啊，敢那靠，重视我家己心中的佛，就是啊，我见颠倒。按照我说，我见颠倒呢，你讲就有办法了呀。332，讲修诸法门者，贵在悟理，悟到这个道理就对，才会当成立一心不乱。所以讲，专在了他执著。了地他佛就是自心之佛，叫慧眼啊，慧就是智慧啦，智慧啦。咱人啊，伫个老爸老母死迄天，大家拢唔敢恶别讲话。人之以亲中之事，亲中就是咱人啊，伫个老爸老母死迄天，就是真侪智慧，伊唔敢讲话。以欲智言他佛，就是他见未忘哦，你既言就是避讳不谈他佛，那么就是他见迷茫，也未当了解伊就是咱，未当了解阿弥陀佛就是咱的本性。若一定讲家己的佛，那偏重诸佛就是我见坚固颠倒莫心，我见迷途何方法执呢？就明了即佛即心的道理，就助他见明的灭，诸见甲他见的灭掉，我法相蒙。简单讲，咱的心就是众生的心，众生的心来到佛的心，无两心。好、哦，所以咱就是佛的佛心中的众生，佛就是众生心中的佛，佛众生心三不差别。下面解，由色贪数业，修三业。事不过去，动不将世界侵法庆幸，即心厌利益，善不能生，何况我入礼佛呢？为即事起得理起，所以弥陀性将现前，就是本性明显，往生彼土见佛闻法，就是成就慧心，不由他我。下面我先解释这大意，讲试探示意。那你讲世界西坛啊、哦，后边三亿数不过去，一定有因缘。事不过去就是必有因缘的意思啦。每一项代志无单独起来，一定有因缘才会起来啦。贪就是假若，假使讲无为世界侵法现行，是这世界西坛。无为这世界西坛侵法，这个庆幸就讲，可以感觉真幸运。哦，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有这么好往生的所在啊，太好了。那么心就是欣赏极乐世界，厌恶这娑婆世界，
这两种益好处都袂当生啊，何况去误入这个理佛呢？理性的佛呢？为一个思持达到理持，为一个思想的持达到这个理一心的持。所以弥陀性种现前，这是咱本性明显，往生彼土见佛闻法，就是成就慧心，不由他故。啊，讲。试探数亿，就是世界试探，世界试探，一切事叫做试探嘛。欢喜令众生欢喜。第二，为人施善啊，要安怎做呢？啊，对着众生要安怎做，会当让你生善。第四，对治试探，就是破一切恶，破一切恶啊，会当得到利益啊。第四，第一试探入利益，特别这个理性。修三业，事不过去，气必有由。啊，每件代志无单独起，一定爱有原因，岂必有由其原因吗？倘不从世界生发庆幸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释迦也无讲西方依佛甲净土庄严，未当侵发庆幸信仰之心，即心魔甲厌恶两种之缘，善不能生，何况五逆离分呢？庆就是庆文佛说哦，庆祝啊，对着这个良言，所以讲这个结婚哦，结婚拢写四字天数良言，应该改做恶言，天数恶言，这大家咧对啊。那我说咧，咱人拢啊讲虚伪啊，我讲这世间拢系虚伪，拢一定表面的，写个真好听吼。阮遐迄个陶醉的英囝，陶醉的英囝，17岁就结婚，写一个白面，哎，写一个白面，两小无猜。这什么？那不写是两小无知、啊？那是无猜。今仔日办公会啊，今仔日办公会啊，17岁就结婚，即马伊生四五个咯，减我四岁哦，减我三岁四岁，生四五个。哎，虽然人哦，结婚17岁结婚，办到哇，实在是中啊一个喜啊，光哦，啊一寡祝福的迄个排便哈来。啊，人拜了假道啊，开始了假道啊，请道啊，较早因为食草嘛，啊、真爱用请嘛。啊，这个阮老阮妈妈伊就自卑啊，囡仔爱食就派囡仔去啊，拢嘛派我去啊，食我嘛搁啊包转来啊。囡，这个规碗讲，大家敢那顾看迄个表演尔，你咧哦叫迄来咧表演的实在有影，关系因咧无法度，阮袂使讲的。叫他来咧表演，伊袂歹势，我就退真歹势。迄个拢袂歹势，我拢退足歹势。啊，姐姐，大家顾看，啊，顾看，我袂看，迄我就包。我去的拢有杂落啊，包。哎，所以咱人结婚啊，所以结婚咯，哎，干杯啊，干杯！啊，对，开始食喜酒啊，像出来食喜酒，实在是苦酒，唔在死我。所以我来看到两个。你路的染料先安光了，唔在死我。哎、欸，我塞车过哦，塞车过，你看到你就唔在死我。啊，这句呢学起来真好用啊。那看到结婚的，唔在死我，两个月就乒乒叫咯。差不多拢安尼啦，差不多啦，人我看到的啦，恁看到我唔知啦，头就拢几个月啊尔，几个月啊尔。哎，等于你慢慢仔想，就真济。啊，你若看到两个阿婆的冤家，对不对？叔公开始有影了，对，就真准了，对，开始足准的。所以世间人，吼、哦，世间人，伊无听到佛法，伊要怎知影人生是啥？伊要怎知影这啥了了生脱死嘞？伊要这规工都干那，你五欲六尘，迄正清大，迄
酒叫表的啥大行嘛来，你都无无无啥物智慧的耶，是可怜可怜。要多一个人入佛门是毋是足简单的？你敢知？所以人咧经典讲讲，多一千个是观世音，多一万个是弥陀佛呢。真正安尼，多一千个人，我都来进入佛门的，迄就是观世音菩萨了呢。所以这《悲华经》里面讲，哦，末法时期千人念佛是四名大悲行者，是大慈悲的人啊。末法的众生，只要一靠近人念佛，你就是行慈悲心的人，大慈悲心的人靠近人念佛啦。哎，一千个的观世音咯，啊，咱唔知多几种音呢？一万个的弥陀佛咯。所以讲啊，要再注意啊，要觉悟啊，下面。哦，咱就了解心无极乐世界啊，这庆幸的咱良缘哦，就佛属良缘呐。得到欢喜，心就是心无极乐啊，心修正业啊，得生善业。厌就是厌你三宝，厌弃五浊，得破恶业，破这个恶。我就是我的唯心净土，我的诸行的弥陀，得入利益，了解这个离体业。善无第一，色贪第一色贪，第三善不可得，第二第三善不可得，何况会当得到第四呢？啊，爱我的诸行的弥陀，才当得到利益。你袂当得到第一四、第一四贪，第二、第三、第四都不可能。唯就是殊持，达到离持。心有殊持，就是能念心，念所念的佛，就是属于有念。再由有念一直到无念，了得能念的心，主体本空，所念的佛了不可得，这是属于无念。若诸无念处一回事，故得讲有佛处不得住，那有佛的所在袂当住，无佛处急走过啊，赶紧哦，赶紧走过啊，无佛的所在赶紧走过，爱赶紧的有佛，要有佛完爱不得住。透过有关甲无这两关，无念的念念的无念，我下面。恰恰念佛时，恰恰无佛念；无佛恰恰念，常念恰恰无。这头来头去，干嘞一点话就蹦恰恰嘞啊！讲恰恰念佛时，啊，拄拄啊，你念佛的时阵，拄拄啊，无佛通念，无佛念。老人听经听无，就是安尼。伊听到老尾，哎呀，唔知你讲啥？哎呀，你就假假的，按怎念佛得？什么恰恰念佛时，恰恰念无佛路，恰恰是听拢无啊！老人的困难转都转袂过，所以讲老人的学道就是困难。嘟嘟念佛时，嘟嘟无佛通念。老人在问讲，嘿，都记咯，啊，都明明有佛通念，按怎讲无？哦，伊就无知，唔知讲无念，这个无佛可念，下面。讲无佛恰恰念，就讲无佛无佛恰恰念，就讲无佛的时阵呢，一六个念啊，常念恰恰啊，定定念就是念无啊，无佛恰恰念就是讲啊，就是无念而念呐 啊，常念恰恰就是念而无念，也简单讲这些呢啊，无佛恰恰念就是无念而念，哎，常念恰恰无就是念而无念。出乃殊持得离持，所以的弥陀性种现前，就是咱本性之佛，佛明显现，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往生彼土。见佛闻法，就是成就诸行之中本有的慧心，必有他悟。此就是当愿告初住菩萨，破一分的无明，净一分的法心，得清净妙法心。赞言应一切呀，下面法门清妙，破尽一切戏论，斩尽一切意见，为马明两丘地价大师，英明之流，这就是讲一个祖师跟大德啦。啊，不要让我改正哈。马明是当天就是当印度人啊，梁丘就是这个南印度人啊，哦，地下英明是中国人啊，支流特地谈和的去，特地谈和这个世尊的这个大，其他四地边冲
通儒的心气，通达这个儒家的思想，参禅的这些人，真思度量，用伊第六意识落去思度量，一推一言，愈推论愈远的着，犹不足，一呼呼，老实念佛者也比袂着迄个戆戆念佛的阿公甲阿婆啊。所以我甲注意讲，讲你今仔你互你读博士也无效，读硕士也无效，互你美国留学也无效。都形容上不得了，观念主的知影要念佛的，无论有读册，无论无读册，百岁年老，一个是圣人，一个是六道轮回的凡夫。读册无效啦，看经典是较方便懂影啦，较方便有影啦。也若唔修行哦，读册读较济也是世间的人尔。犹不足，亦乎乎老是念佛者，为令千通佛地。暗合道妙，伊在听佛的话，听师父的话，伊就是符合佛的智慧啊。我当拢唔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甲你讲，伊就是暗暗安尼下佛的智慧啊。我见是你过失出言，我就是看到有这么好利益，所以甲注意讲，佛名以佛眼佛音印定诸事，其感为空呢，不先顺利也在。第二正将分定讲。持名念佛一法，就是无相圆顿法门，所以清妙清净。这但持即句佛号，那个是念默，默执念去，就是不分别。默执就是讲内心完全不打妄想，一直念了，就不加分别，无分别，无落了去思量，得心得行。所以破尽一切议论，无下真理拢无实益，斩尽一切意见，意见就是嫉妒、分别、情啊、理，不是像世间人规天咧斗争的，念佛无啥道理，就是要求往生。佛讲的，我就相信，我就发愿，安就 OK 啊，免点么辩论啊。离处无相圆顿清明法门，唯有大根器的人，亲像马明啊、梁丘地者、英明，即入风铃直下行动，彻底负担得起。马明菩萨是当天竺，天竺就是印度，婆罗门的人，印中印地修行五百世做马王，出世的时阵啊，滚马啊，该叫，滚马该叫。马明啊，所以叫做马明，马的叫叫做马明。为马说法啦，马该流泪，对迄马说法啦，迄马一流目屎，七日无食啦。啊，你无简单呢，恭敬迄马听，马听有啦，无简单啦哈。出家了，得法，以富罗那耶色尊，富罗那耶色尊，富那耶色尊者，传佛性命为第十二大祖师。马明菩萨是传佛的心灵啊，第十二代祖师做大乘起信论，发起大乘的正信。文章伫咧讲啊，若人专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修善根回向圆球，成彼世界即得往生，上见佛果终无有退。若观彼佛真如法身，上勤修习，毕竟得心自证定故。梁丘南天竺梵志啊。南印度梵志就是外道咧修清净行的啊，梵志印中为求神，求中上有五百零听法，求顶用五百零的听法。后来拄着迦毗摩罗尊者，受益神明，灵觉见讲，由大明得比丘，绝号为龙树，绝就是代名词奇的意思，其他的奇奇。号为就是他的法号就是龙树，就是绝号为龙树，绝就是奇，就是代名词的意思啊。得到初欢喜的往生安乐国，这边336页。地价大师，地价大师会质疑，也偏名哈，给他质疑。智德安德安，俗家姓胆喜，胆喜地下大师颍川人也。
因老母叫做徐氏啊，徐氏，哎，望着五彩香烟萦绕，五彩这香烟啊，困在伊巴肚巴肚啊，萦怀了了，一拂弃之，啊，伊要甲搬去啥个了？听着人咧讲，讲宿舍姻缘呐，寄托王道。王道的意思就是有仁慈之心的人，就仁慈之道，就福德自济啊。这王道不是霸王道啊，那不是呢。王道就是有慈悲心的人啊。伊这个人是宿舍姻缘，所以我见到你这有慈悲心的人所在啊，福德自然就到。是呀，亚现神功，动以幻难，那条啊拢做凤功，嗯，不简单，不是普通人啊。阮都无半项，差真侪了，我差偌济，这是菩萨过来，我看是佛来。兼兼啊，兼非临世临世级别啊，眼有重瞳。你目睭啊，好重重。这个到溪南，溪南就是清净修持的地方，啊，和和慎重，出家人住的地方。诸经求修破文品，哦，这大众经甲教这个破文品，一遍即得成诵，成诵就是背起来，念一遍就背起来，咱就一个有这款根基的举手。破文品念一摆，记起来举手。不可能啊！我都不可能啊！讲恁遮了了，你不可能啊！我灵验就得阁背十八点钟了，五花灵验经我都爱背十八点钟呢，一天背六点钟，我爱背三天呢。你敢想看嘛？伊安尼，普文品安念一遍就背起来，你看智慧悬到啥程度？灵验经要背十八点钟，你看我根基差，背个比我较差，爱背半天。十八点钟，一百八十点钟，佫也无无啊！查看偌济啊！一人的根基无同，即边即个形象，后来四座沙门啊，负担正法为其重任。到香州高原寺，沙门法师出家啊！这个法师出家，得法以广州大苏山慧书禅师哦，这慧书禅师真是不得了的人啊！啊，经典讲伊无量的神通力啦，我都要甲害啊，拢用这毒药而食，这慧思禅师安尼闪着落去，将个毒药逼出去，迄个咱哦杂心都无够死啊！这慧思禅师是足厉害，伊修这个法华，伊闪定，啊，这个外道吼，都一直要死的着，掺这毒药好食，啉落了，一中毒，面拢翻青，关闪着安尼，运气毒安尼拍出去。因为用给我们吃哦，炸得打骨头，骨头把炸得打骨了，我们哪有可能啊呢？所以我都叫小弟这杯茶顾好，这顾好了，这顾好了，实在是真正的啦，你人来动脚手哦，这就麻烦了，你敢知道？你不知道在掺毒药，你不知道，爬起来一个手撑对这来，也没人看的。哎，所以讲哦，这足危险的，足危险的。就慧思禅师一见就安尼讲，一看到这个智者大师，伊就安尼讲，讲设立灵山会上，大家拢在听世尊的《法华经》，动听法华，所言所对啊，所言所对。金福来意，我今晚就来啊。有一天，上这个法华，甲药王菩萨本殊品，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心心修炼啊！马上开通，开悟，得到法华三昧，马上入定。后往天台山，判释迦东流，释迦佛祖判释东流，判这个一代四教，判这五十八教，咱已经有讲过，创立这个三子三观，空观、假观、中观。啊，这体兼职啊，三子的体兼职啊，那方便随缘职，习两边职，这个
三指三观，体真指，方便随缘指，习两边指，习空有两边指，啊，三指为天台宗，后来奉诏入京，行来到石头城，石城有破病，右胁西向，右胁西向，哦，行来到石城，哦，感觉有一点啊，有一点啊病苦，啊，右胁西向，倒落去，啊，右胁西向。清念弥陀观音立即清念观世音菩萨弥陀佛观音立即主政大师以归心净土矣啊安尼了解讲地藏大师也是归心净土请拍开336页圣道等的第二行请打开336页倒数第二行我们从永明延寿大师这里开始讲英明名叫做延寿号叫做琼元俗家名姓王前文穆王的时候是为杭州税这个税师就是专门在管这个税的对那么这个英明啊延寿大师啊是真好奉行所以用开这个苦人啊，就是用功课来奉行啦。哦，算讲咧管理这款国库啦。哦，安尼咧开这个大条，嗯，用家己的奉行较无钱，用国库咧开这个大条。啊，去用判处这个死刑。临命终咧临斩的时阵啊，面不改色，啊，依然就是真自在。讲以我一命已经救无量的生命，树何魂焉？我那是有什么啊、哦、万魂的呢？这筷子啊，一刀斩下，就是这筷子手啊，一刀斩落去，啊，刀变成三片、三段。哎，这个有名延寿大师的、啊。俗家的时候啊，姓王嘛，所以讲王景无伤啊，就一个这个姓王的啊，啊这个啊这暗门啊，无去伤害着。这个监察这个咧斩的这个官啊，就是监斩官机智哦，讲奇怪啊，奇怪，啊那安尼斩到他甲无当做三点，那都当做三点，所以。具奏祸贺啊，伊就安尼哈，啊，呈报上去，甲这个皇帝讲啊，伊就出了点是好心啊，咱唔能够斩着刀当做三斩，可见这个是贵人唔能够抬，所以啊，祸贺就是啊，下一免罪，官复原职，那么这个姓王的啊，立辞就是王立辞就是。艰辛嘛，甲实质得着。哦，这个做插这政治啊，原来不是办法，生死较重要啦。因此讲发心出家，参这个天台山教国师啊，教国师啊。那么发明心要，发明心要意思就是咱今仔日讲了解悟到这样心性的意思，对不对？叫做发明心药，悟到咱这个心性，叫做发明心药。悟到咱这个心性，后来佫听到这净土法门，欢喜超三界，急出生死啊！真紧就处理生死的对。因此啊，乃书禅净二究，这个究啊，就是写着讲啊，我啊是要修禅宗较好。也是要修净土宗较好，我做两支口啊就对了。揪就是抽签的意思，两支签就对了。要来抽签，我抽到一支，抽到禅宗的修禅宗，抽到净土的修净土啊呢。所以依佛经恳求啊，祷告、祈祷哦，念起决定，连续抽三摆，年年三次啊，该是净土。哎，所以讲这抽签未准嘛，是真准啦哈。抽三摆拢净土的安尼哈，亲像为个咧拜师拜四五个，也唔
唔知要拜倒一个，对倒一个较好安尼。唔知倒一个先知识，佮讲我拜四五个，啊，发挥是四，发明是四五个，诶，这参的拜佛，清净上八十八佛，才落抽抽起抽起安尼，看拜倒一个。所以啊，连用的抽三遍的，拢是抽到净土的，啊，那是骨气念佛，以万善庄严净土。立刻180书是意思就讲，180佛书是意思就讲，拜参一种佛书，早课一种佛书，暗课一种佛书，哦，煮饭啊一种佛书，所有的只要三宝书拢叫做佛书，所以108项就意思讲后期。大悲咒，后持往生咒，吼，后拜忏，吼，后念念咒，啊，咧108佛书就对。每一工念100000声的弥陀，100000声咧，你甲想看嘛？100000声都爱念偌久的时间？一工念十万呐，一般来讲，所以你甲念差不多14点钟至16点钟啊。一工哦，袂当困超过这个4点钟。那一工要念100000声，袂使困超过4点钟。所以100000声是足久的，爱念足久才会了。主持行之西湖净慈寺啊，主持一个净慈寺西湖哦，杭州西湖啊，净慈寺。夜间别风行道念佛啊，暗时啊，走去这个山峰的另外一个所在啊，落去经行，落去念佛。后来望到观音菩萨。受灌顶水，发挥日精啊！啊，观世音菩萨甲灌顶啊，念佛念到发挥日精啊！啊，做这个中正路，所以伊就发扬净土之策，清朝雍正帝夜其书啊，雍正皇帝啊，清朝这雍正皇帝啊，看到伊的册啊，清扬赞叹，讲超过历代诸代贤弟贤之上。年纪72岁的时阵，哦，烧香、别种、要过家、自脱、西归，啊，有这个经客啊，哦，有这个出家人破病当中啊，入来到这个幽冥界，看到阎王在咧拜一个出家人的像，问伊的部属讲，那么阎王是咧拜什么人呢？伊就甲讲讲拜一个英明延寿大师。往生西方上上品，啊，连阎罗王都尊重伊的德行，所以敬礼。意思是讲在阳间咧所做呀，这个做到好，这个阴间的阎罗王啊，感动着。连伫阴间都咧拜这个永明延寿大师，啊，所以讲在做注意，哈、啊。咱今仔日听到佛法，咱了解这个阴间确确实实的有，西方极乐世界确确实实的有，那么。注意呢，当一心念佛，所作行之者恶，不离净土。啊，安尼，你命中决定往生，归心清净。啊，到这是正宗，正是行者，即其名号已立平。啊，正宗分到讲到这结束。337页，圣德等的第一行，信愿持名一法，愿修愿超一切法门。所以一切法门混同，还一切法门迥异，既无不不闻诸说，随堪畅无流通，为佛一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此经为佛境界，为佛法可以流通呢？我先解释一下，讲深信切愿。即持名号，即法心愿行，净土的三尊娘，是圆满受一切众生，圆满超出一切的法门。速是一徛伫个即个速，伫个角度来看，是一切法门混同，拢总共款。还是参一切法门啊，是拢总无共。既不闻诸说，就是。经典拢是徒弟问，佛才回答。弥陀经是佛家己讲，
所以讲不闻诸说，不闻诸说啊，随堪畅无流通，什么人有法度发起流哦提倡哦无款落去落去用哦印这个经啊落去抄经，较早的人是无用印的，较早是用抄的啊，啊落去流通，讲为佛一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只有佛参佛才会当究竟诸法的实相。出经为佛的境界，所以为佛佛佛一佛才会当流通，其他烦恼无法度。338页第四行讲，处鲜明分科之意，诸家的注疏由于佛说出经义，判这个流通分啊，这是在后边，流通分是判在后边。为人是为六方分了啊，才判这个流通分。意思讲，这个流通分的判法啊，拢总无共。那么金鲜明处处就是判这个流判属于流通之处，以免疑义，以免众生怀疑。意思是讲，诸家咧判这个流通无共，为的是为佛说出经义，啊判做流通；为人是为六方佛了，东方、东南、西北、下乡，吼、哦、下面遐是判做流通分。那么这个所在判流通分，甲别个无共，吼、哦、以免吼众生怀疑，叫做以免疑义。讲四观、性观、七明一法啦、啊，这就是出经的正中分。正中分啊，就是咱的五种六互相较重要。也是基督信解修正的停书，完修的意思就是受论诸经，那直接论这个这款经呢，就是由浅一直到深，以一切法门修正混同，混同就是混合在一起，全部一样啊，所以叫做完修。什么叫做完修呢？就是怀论诸经，怀论就是因为法界生死呀，哦。这竹啊，为边啊加一空出来啊，虫啊就走会出来啊，也就还一只生死啊。以一切法门啊，迥异哦，迥异就是截然不同啦。为出一经独善呀，为出这本经典上盖好，独善上盖好。批中伫咧批盖当中，迄细里的哦，338页哦，右下角遐哦，这细里的即马甲改做大里的哈。讲诸经论中也有怀疑。换的意义，在动机净土当中，会当断这个见思邪啊，就见到方便有余土；会当断无明，就看到十宝庄严土。这就是就正位名叫做换，就断邪叫做缩，这个意思。意思讲，你若在凡行动机土当下会当断到见思邪，一手你就是看到方便有余土。简单讲，讲咱今仔日。咱若会当明心见性，像佛安尼，释迦牟尼佛，你着看大地，就是黄金啊！你看大地，就是黄金。咱今日目睭所看的，就是啥？就是因为咱众生的强业，咱这份的意识佫转袂过来。万法为心啊！我这份的，这份这个见分，我转会过来。天地万物拢是我的清净的化身，所以释迦牟尼佛看三宝世界是清净的世界，众生看三宝世界是足垃圾的世界。贪嗔痴的世界是道经的世界、哦、所以佛的意是清净心，所以感应的果报就参咱感觉无同。咱看的是坎坎坷坷山谷吼，哎，官家的这个土地，那佛看拢是同款，神通自在。所以讲，在凡行动机土内面，来当断到见思邪，就当看到当下，就看到方便有余土。那在凡行动机土内面，直接断无明。就当看到十宝庄严土，唔免搁再照下哦，就像一只送去多一只，送去多一只，送去多一只，唔免。一切素土拢是唯心，当机土也好，方便土也好，十宝土也好，集光土也好，素土拢是唯心。看你种到什么果，种到什么果位，你就看到什么净土。这就是就正位名叫做怀，就当歇叫做缩。既不闻诸说，随堪畅无流通者，什么人有到这个啊？来畅道，来无款啊？畅无就是啊，
会当无执，一切来流通。什么人有这个能力啊？此经是以实相为体，既然是属于释迦彻底的悲心，不问自算，是随灵堪念，畅无流通之境呢？什么人有够这个资格？哦，来体证，哦，来修集，来流通。这款责任流者就是流传万古，通就是通达十方。唯独佛一佛，才能究竟诸法实相。实相就是一真法界，就是清净的本性，就是如来藏，就是涅槃啊，就是涅槃啊。那么就是如如，就是随缘不变，就是不变随缘。实相就是无相无不相，哎。堪共流通，此经无上圆顿的法门，为宽佛一境界，佛之境界，为解释佛的境界，故愿为佛一佛可以流通呢。所以将六方诸佛异口同音啊，赞叹此经，赞叹此经。经339页，讲舍利佛。如果今者赞叹阿弥陀不可思议功德之力啊，不可思议，拢总有 五种意思。第一，就是怀超三界，不是断惑，不必等到断惑啊。不可思议有五种意思。第一，怀超三界，哦，唔免讲色界，色界，不，欲界、色界、无色界，啊，初相、二相、三相、四相、四空天，超出三界，唔免。唔免等断歇，为凡夫直接就会到极乐世界，就解脱生死啊！所以横超三界，不是断惑，不必等到断惑。二即西方恒寂世土，非由见进证。哎，讲啊，即西方当下着寂寂世土，哦，凡行当寂土。方便有一套，是无庄严套，像是讲净套。西方怀故素套，其中一个素套。好，唔是由渐进进，唔是一层一层一入去，就是其中是四套的不可思议的境界。第三，但其名号啊，不加相关诸方便。你只要一心念佛，即其名号，唔免借的观想，唔免借的参禅，唔免借的结咒因，当中唔免。参观诸方便，这是一期为期，七天做一期，唔免借的多劫多生多年的真长的时间，唔免。七天做一句。第五，持一个佛号，佛的名号，就是为诸佛所护念。你只要持阿弥陀佛，十方三世一切佛，该给你支持，拢给你保庇得着。啊，这就等于持，不亦持一切佛号，就等于持一切佛，一切佛的名号。这就是道师大愿行的所成就，故阿弥陀佛。这就是阿弥陀佛这个道大愿王，这尊大愿力、大慈悲的佛道，叫做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讲，观定讲，讲我见是你讲，我就是看到这款这么好好处啊，所以就跟舍利弗讲，讲如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不可思议，拢总五种意思。第一啊，念佛是念佛功行带给往生，你就会当怀超三界生死，唔免断歇。第二，往生极乐世界，伊就完整的三不退，位不退，念不退，行不退，就是怀古啊，四土四种净土，一心动机就是生观定的三土。不是由渐处进行啊，渐处的意思就是讲啊，就是讲反省动机道，过来方便有一套，过来是无庄严套，过来上一讲净土，唔免
往生到凡行动基础，当下就是基础，是殊途，不可思议，唔免一步一步来。啊，讲非有渐次精进，是为远超而不退。一生成佛定义，一世的人成佛啊，该立处于当中。三，但此一句名号，唔免借着参禅观想种种的方便，自得心开。你只要念佛念到一心不乱，自然会悟。哦，悟的不念的念，念的不念。啊、哦，第四，一切为机，就是七天做一个机罕，即得的一心不乱，唔免借着多劫哦，多经过年月啊，修持唔免安尼。第五，持一阿弥陀佛的名号，即为十方诸佛之所护念。好者就是为好，令得安稳；无诸众难，念者就是爱念，令得精进。啊、哦，不止退道，退堆啊、哦！你只要精进，你就袂落来。所以持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十方诸佛之所护念。佛亦持即持一切诸佛的名号，此皆是导师印中大愿行功德之所成就也。啊！盖由行人信愿持名，转立佛的功德，成就功德。哈、哦，高一万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下面又讲诸佛不可思议功德，我不可思议功德是诸佛世界改阿弥为主。我就解释一下啊，讲行人念佛，讲信愿那持名，这就是叫做信愿行啊。转立佛功德，成就功德，就是啊，咱自己一旦专门靠念佛的功德，得成就自己的功德，会开发自己的本性嘛？哦，所以一旦得到大利，一旦得到大利益，啊、哦，各位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那么诸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当然我不可思议功德，这意思就讲诸佛世界拢是以弥陀佛为主。意思讲，弥陀佛是无量寿、无量光，十方三世一切佛拢赞叹，拢赞叹，就是大家拢是阿弥陀佛。释迦佛就是阿弥陀，阿弥陀佛就是释迦佛。所以讲，诸佛拢赞叹啊，这个阿弥陀佛啊，诸佛也拢赞叹这个释迦佛，因为每一尊佛的本性拢同款嘛。所以讲，佛佛道同嘛，讲诸佛不可思议功德，我也不可思议功德。所以行人诸佛释迦功德也是弥陀的功德。所以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功德，就是赞叹咱家己不可思议功德。所以该以阿弥为主，是诸佛世尊释迦该以阿弥为主，就是该以阿弥陀佛来做家己自性的功德。342页经典，东方也有阿丘毗佛，吼、哦，迄、那个读作丘啦，那台语读作丘。阿丘毗佛，须弥相佛、大须弥佛、须弥光佛、妙音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异其国，出广中摄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行是言：尼顶众生当心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所获念经。盖讲阿丘毗佛，中国话叫做不动，无定当的，如如不动。佛有无量德。佛有无量的德行，应有无量名，也有无量无边的名，是随机而立，随着众生的机。来立伊的名，来安插伊的名，啊，那么和这个名，就随这个时间跟空间。即卖的人啊，是较有学问啦，所以好的名是比较好听。哦，好的较好听。古早人哦，就较无学问，拢学做蒙痴啊啦，学做蒙药啊啦。蒙痴就是加减痴啦，蒙药就是加减药啦。阿塞啦、猪头啦、粪箕啦、胡椒的啦、姜母啦，拢学遐个对啦。古早人哦，伊变嘛无算古早，要像阮妈妈这辈人哦，吼、哦。就好迄个名，就拢读一哇音呢，哦，读一哇音呢啊，所以咱即卖人啊，好这个名是比较较有学问啦。最近的人是较有读过册啊，
哦，你无可能讲将恁后生啊，哦，啊，甲合作迄落阿头啊、鸡屎啊，无可能啊！啊，即摆人就较有学问，所以好一粒一粒的名，时间甲空间拢无共。哎，那么等即摆人，因为古早人伊无名，古早人拢是姓林，哦，啊，查某的拢是林氏安尼尔，丁氏、关氏。五是哦，拢姓五啊，无名哦啊，即摆买来人一开始有名啊，有名雄雄煞煞唔知要何啥啦，所以伊就借着一个五国哦，甘蔗啦，哦哦，番麦啦，哦，真正的哦啊，菜头啊，就凊彩摕一项物件较好咧，安就好啊，即摆人就较有学问啦，吼、哦，所以随机立立，学初因，学初果。哦，迄个是就因的修行来合伊的名，或者是出伊的果来合伊的名，或者是用伊的性，也是用伊的相，或者是用伊的形，也是用伊的观，随之一语啊，随便记起来，一个角度，就是一个角度，就记住这四悉檀。四悉檀，哦，这世界悉檀、为人悉檀、对治悉檀、第一悉檀，哈，随一名，现所观的。所以每一个名就是全德，就是表法的啦，表法的啦。啊，后边讲的啊，这个接受说之不能释释呀。你讲咱接受说之的讲用无量劫来个说明啊，那也无法度传播讲个了的，叫做接受说之啊，不能细也无法度传播讲个清楚啊。经过你来用足多来讲这个名的德行啊，讲不了的。讲下面就是引用六方佛来赞叹，证明讲这净土法门啊，不是干那咱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赞叹啊。六方诸佛一口同音，所共赞叹，诸同深信不疑啊，所以为宽信流通。这就是指东方世界，东方啊，为什么一开始要记这东方呢？刚东方为情动之所啊，那个东西南北啊，东南西北啊，啊，拢是所谓拢是为东方做开始，所以佛名叫做阿丘比佛，中国话叫表佛，表法的啦哈、啊，表示讲这尊佛呢是修如如不动的法，你成佛。好、啊，这尊佛的表法的，无论呢啊，不以八方所动，八方就是。你伊真好个，一直着钱财，伊也袂退道心。意思讲，伊虽然真辛苦、真有钱，啊，得到利益，伊也是咧修行，也不懂衰微，伊也袂淡志；诽谤，伊也袂退道心；赞叹伊，哦，赞叹这种，伊也袂安尼心花怒放啊，显示的轻浮，称赞叹你啊。哦，讲你安怎搞，即阵佛来如如不动，机就是机会，伊也是安怎安尼，受着一切苦，即阵佛也是安尼不动，受着这个乐，即阵佛也是不动，所以不为八方所动，不为三德所动，三德就是歇、业、苦，伊也袂歇，也袂去做业，伊也袂受苦，伊如如不动，所以在世界当中，又不动佛。正所以拿切常在定，无有不定时。正讲的是拿切的是定慧精神呐、啊，定慧精神呐、啊，啊，随时24点钟拢伫个定中啊。讲佛有无量德行，应该有无量的名是假名，德是实德啊。名一叫德就是无量，所以也叫做无量。讲一切无明，拢是随机立立，或者是出这个因行立立，或出这个果德立立，或者是就这个本性来讲，或者是就这个思想来讲，或者是对这个愿来讲，还是用这个行来讲，一切虽然机一方，这就是机作数十叹；随机一方，就机作数方。一日的佛名所解释功德无尽，就是以结集。知修说之
该不能食。结照的意思就是讲，这结吼，结照的意思，就出自这个啊法界案例，法界案例，意思讲，一结有偌长呢？一结有偌长呢？一结就讲，哦，那这个石头真大的哦，几啊公里的大块石头。啊，这天灵啊，天灵啊，这衫裤啊，吼、哦，每经过啊，每经过几年，比如讲经过三年，吼、哦，啊，经过一百年，吼、哦，来到阳间，啊，用这个或者用这个天顶天灵的衫裤，啊，把这石头扫一个，安尼扫一个，三年落来扫一个，背一个就对，三年来背一个，三年来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到这个石头无去。安多一夹，你看爱背偌久？这就是讲一夹是不可数不可计的太固太固，所以叫做结石之寿所知，该不能食，食即尽也。啊，虚弥相佛翻译叫做虚弥，啊，中国话叫做妙高山呢、啊。素宝就是金银水晶琉璃所成，叫做妙，叫做妙。好，长出众山也高，超出一切山顶，叫做观。讲佛的身躯是别个庄严嘛，别相好光明，叫做妙。九界瞻仰啊，最尊最圣，叫做观。所以叫做殊胜相好，意思就讲这尊佛啊，无量的相好。啊，这是表法的精观，真奥妙，无量的清净的相，叫做须弥相佛。啊，亲像须弥山，叫做亲像真观啊，真殊胜，真奥妙啊，大家拢赞扬的，真赞叹的一尊佛。大须弥佛呢，须弥为众山之王。世界诸山所不能及，佛为大法之王，超九界之独尊啊，所以叫做大须弥啊，这也是表法的，表法的。须弥光佛，须弥是数宝所成，三百四十四页，所以有光明。佛啊，转这个八色成数地，那就已经有讲过啊，片脚。根基，所以叫做须弥光。妙音佛呢，就是这尊佛的声音是真完妙，破壁根基，证明经就是维摩诘经。维摩诘经在讲，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这就是显佛音完妙，以一音集结众音，一切众生闻之，皆当本音。所以随类得解，出一道无界之妙，由于佛音不可思议，一座之间动听异解，就是讲大家咧在听经当中听到了，每一人的感觉无同。大经呢，就是个大经气的人就该大法，小经气的人就该小法，自在成就，所以各得解，出小代啊。并成妙，隆中啊是真奥妙，所以叫做妙音佛啊，啊妙音佛的声音嘛，诸雄哦威德，佮昂声，三百四十四页中啊，东方虚空不可穷尽，不可尽，世界也不可尽。世界不可尽，诸世诸佛也不可尽，这是立基恒恒河沙安尼尔。初定诸佛各处公中摄相，公中摄相啊，这就是讲不妄语的意思啦，不妄语的意思。宽信诸经，离众生犹不生信，顽明之疑，所以佛啊无奈何。顽明啊，就是讲你哭强哭强到安尼，人可能你拢唔听。叫做顽明之疑，所以这众生你要改那个念佛啊，那是真正足难的，你敢知？真正足难的。讲这个囡仔来讲，小可有一点仔缺点，伊要来讲
要来讲堂啊，来听经闻法，我拢甲真赞叹啊。啊，至少也袂讲规工啊，去外口安尼乱乱说，无代志通做，啊，要来作业。像一般即卖是少年呢，要来住宿是空，宿舍空啊，要来食毛灰，要来跋脚，啊，要来查某，要来酒，哦，啉烧酒啊，烧拍，连同队，哎，所以讲。那一旦要来行这个钢灯的呀、啊，啊、哦，虽然讲一驾车啊，我都是足赞叹你的。啊，一个少年人来讲，啊，是我足惭愧的，我足爱听经，唔过我这个肉改袂起的。我讲安尼就足了无简单的呀、啊，真的是足无简单的呀、啊，是不是安尼？较早食三斤，即马食三两，慢慢减啊，然后真正慢慢改啊，爱赞叹，爱赞叹。哎，啊，咱啊，众生听了佛师安尼讲，吼、哦，袂使讲，嘿，人师讲食肉袂要紧啊。你看我去遐，人伊佫加饿了，等于佫食较侪咧，食力。这众生的根基是真无够，加饿了意思是讲唔甘咸呐、啊。哦，当你食素食较好啊，对不算是安尼。啊、哦，因此啊，你讲真正的，全台湾省有2000万的人口。就是2000万啦，吼，2000万啦。正信的佛教徒，我敢讲未超过100万人。正信的哦，我敢讲未超过一百万。就是讲，伊对佛经了解，对佛经了解。正信的，搁再刷落去，拜佛一般拢咧拜啥呢？咧拜消灾啊。拢咧拜啥物呢？拜求长岁寿的啦。拜啥？拜囡仔教读册的啦。拜病苦两早好去的啦。拢咧拜这啦，伊拢唔知讲这念佛咯，就是要求往生极乐世界上重要诶。要我拢无咧求啥物长生寿诶，参这娑婆世界众生踮在遮拍喷，也无咧外看我啊。我也袂爱待这个世间啊，讲真正，迄是不得已互恁看来。无我咧爱待这个世间，本来这个就足痛苦诶物件，哪有多一点的快乐？算不是安尼，有无？所以讲，咱这个众生的正信的佛教徒未超过100万，搁再刷落去修净土法门的，净土的哦，真正，真少。规台湾省讲，倒一间道场，当年探天拢来讲这个净土修行法门，你有看无？规年探天的啊，安尼在讲啊，无啊。非常非常的难，所以讲正信，正信了后，佫发一个心，要来念，要来修净土。听到净土法门，佫起欢喜心，起欢喜心了后，佫精进念佛，不退转。你、那个凤毛麟角啊！所以恁拢是菩萨啊，你知影？你是真正的大只的菩萨啊！哎，啊！有人讲，甲恁学了一直拍菩萨，啊，你袂歹势哦。我学了恁菩萨，你唔得讲啊，无影啦。哎，家己在拍菩萨，笑死人。佛教徒则袂晓谦虚，佮拍到大声。意思讲真欢喜的意思啦，我知影意思啦，嘿，真欢喜就对。讲真正啦，你讲敢若规高雄市都好，规高雄市都好，高雄市有130万的人口啊，高雄市130万呐、啊。一楼、二楼、三楼倒起来，我相信袂超过500个，袂超过500个，真正。啊，几年通你逐工拢来听经的，我看袂超过300个，唔捌欠息举手，唔捌欠息的举手，到今仔日唔捌欠息的，一个、两个、三四五、五个，唔捌欠息的，哟，啊，佫我一个，我唔捌欠息，我原来唔捌欠息啊，哎。啊，所以讲吼，这净土法门讲坚信到底，讲实在是这足难、足难、足难，非常非常的难啊，真正无遐简单啊。因此啊，哦，咱听着来去欢喜心，去欢喜心，爱幸运讲啊，我即世的人往生有希望，往生有希望，真正的，真正的。所以哦，无简单啦、啊、吼，完明即矣。过来讲就是讲，欢喜就是客气和。淮河中国的叫做天堂来，一行中，是来自真高的迄个山，古早叫做淮河，
恒河二也错，错啊！为刷山阿鲁达，阿鲁达翻译是中文叫做无热恼，灵王的名，灵住伫迄个池啊。阿鲁达池闹出跨四十里，沙细如面，哦，这个刷，这金又金，你像那骑个金光刷哈，为的是为迄、那个为迄个印度体验。一个书记也讲去到印度，无炸啥，炸一包沙。是真重，刚才一心想讲，我提顶个台湾互惠利法师加持，讲到海关哦，莫啊，你骗马赚，讲想要便宜上，你也讲唔通唔通，阁莫的，哦，讲超重，为着一包金光纸，讲叫我罚真侪钱。啊，要提顶个加持啊，提顶个加持，为着一包金光纸，哦，伊唔知讲哦，伊实在是真正骗一包，我也包我讲，啊，你。印度的刷，咱就捌看，真细嘛，我房间有啊，哦，啊，未比咱咧白沙湾的刷较水啊，咱咧刷白色才够清气个呢，对不？是讲去印度无啥人提一款刷倒来，你若讲去印度，我车靠一款夏利柱倒来，唔靠有影，哈、哦。啊，讲去到印度的时阵，哦，会看到讲啊，世尊讲成道的所在，讲大家跪咧遐哭啊呢，啊，灵山和尚佛菩萨讲咧，一直拜山去到关顶啊呢。哦，真感动，真感动！啊，印度吼、哦，讲迄个所在吼，个关顶迄个路线，拢甲你写真清楚。No light, no water， 没有电，没有水。路线好滴，就甲你写个足清楚。No light, no water， 写个足清楚个安尼。啊，讲暗时啊寒，哦，讲你写讲热热个三四十度，暗时啊讲寒到剩六度。我寒到死时阵安尼讲，吼、哦，这确实无法度。即款的讲，卖讲修行，干来寒你就死咯。我袂是想只是很寒死。啊，印度人啊，大家讲营养不良，啊，精神散个安尼，啊，啊，讲去到外口，哦，车若停落来，查甫走一边，查某走一边，查甫走一边，从啥放尿？这变数偌大件，讲真大件，啊，都无问你，规片拢是你会使放尿的所在，车。停咧，就查甫走一边，查某走一边，咻咻叫咯，雨伞就踢起来咯，啊，无就滚天规骨咧起来弹。也是讲，那么印度咧滚到穿较大领咧，哎，无偌大啊你，你查某去到遐，你讲你歹势，未歹势啊，你无偌大啊，哦，你无偌大，你遐济人无嘛是都放啊，无要怎样要禁死呢？无偌大，哦，落我国家就是安尼，无偌大。佛法在印度已经六百年了，已经早就无佛法了。六百年了，无佛法了。哦，跨四十里，哦，三世如面，佛啦，常常以这个沙，哦，譬如讲这个沙不真济，如是顶就是亲像淮河沙顶诸佛，各出公众色相，宽信诸经，啊，可恐人爱相信这经经典。你众生又不肯信，会使讲啊是晚意明暗即矣。哦，何以无性禅体？无性这个禅体就是断善根的众生叫做禅体的。哦，你安尼过一关，你再三给你苦供，叫你爱念佛，求往生极乐世界。你就是亲像这无善根、无断着善根的、无信仰的、无信心的人，该。上人三世不蒙语，舍灵智篇。讲世间人啊，持这个不蒙语界三四代人啊，会感应到这个喙齿啊，拄着鼻头来。恁即马手用安尼家称看吗？你试看吗？看你够得够鼻头牙手？无啊。一个都无哈，然后到鼻头的除了叫闹经去，手术的也无神经闹经啊，啊个吊刀，安尼有可能超过鼻，迄只血有可能到鼻啊，无可能，咱这人无可能，哎，血灵治鼻，藏国陀佛，藏就是藏教，国陀佛就是藏教的极致，这个藏教佛。藏教佛就是藏通别言，五时八教里面总通别完宗教，果陀佛就是最极的，
最究竟的藏教的最究竟的啊，就是藏果陀佛，是上三藏教的应身之佛果，就是释迦牟尼佛的。那你们来讲的是释迦牟尼佛，是现的印度藏六金身啊，所以印度迄个释迦牟尼佛是示现藏教佛，哦，是根据三大阿僧祇劫不容易，形形色色，形形色色拢不大容易啊。所以啊，感应的色真薄、真宽、真长，会当看一个面。所以金经的大乘净土妙门，所以遍覆三千啊，所以啊，实实相啊，遍覆三千，这比例讲忽然有无量的神通啊，这只啊会当称对三千大千世界，表示讲忽无妄语，伫个无量三千大千世界，拢是咧说真实言，叫做遍覆，凡是意思讲三千大千世界一所多化，拢总是忽多化，所以叫做遍覆三千。就事项来讲，就是讲忽有神通呢，以这个喙齿撑出来会当骗三千大千世界，这是思想来讲，哈、哦，伊不容易嘛。就理体来讲，意思是讲忽不容易，伊度三千大千世界，拢伫个忽的真言啊，实际之下，拢个说法，叫做骗覆三千，表离行清净，表示讲啊啊离尘呢，就是讲本性。啊，称真啊，决定哦，无唔对，决定无唔对，事实非妙，比这离尘称真，就是讲表示伊道理啊，是真诚困，这是符合这个本性的意思。345页算倒转来，第一行，讲佛啊，为无量劫以来不妄语，所以感应的功德实相，《华严经》。离世间品伫咧讲，讲菩萨有十种色，所以开示演说无尽的众生形苦形色。哦，开示演说说法咧，哦，多无量的众生啊，这个色。346页第一行，开示演说无尽法门色，赞叹诸佛无尽的功德色，乃至降伏一切诸魔外道。地灭生死烦恼，令至涅槃时，菩萨成就诸法，得如来遍如刹，遍如国土，就是三千大千世界无上的性。即广中实相也是修行，正修修啊，即福护门护面。